茫茫股海，味觉难清，如何精准掌握趋势，寻求最大获利契机，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欢迎收听股市甜心。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跳舞不要停歇。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漂浮只靠音乐。三天三夜的三个半夜，全身只剩汗水。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的爸爸爸爸爸爸爸已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Oh yeah， 加入我的行列。吃亏，谁也别想拒绝。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Oh yeah， 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漂浮只靠音乐。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全身只剩汗水。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的爸爸。又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花。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我们的亮晶晶、闪亮亮甜心老师，你好，品花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今天又是 Happy 的 Friday， 赚钱的 Friday， 来给你的亮晶晶，我们的6116的彩金，三天快要三根涨停板啦，在大家的魂还停留在昨天的天亮的同时，老师的股票，老师的亮晶晶彩金已经涨到外太空去啦。老师，你刚给我的字卡上面写说三天快三根涨停板， No No No， 在品花的心目中，在品花的眼里，我们的彩金今天已经政府就有13个
百分点了，所以三天是超过三根涨停板才对呀、啊！您太客气了啦，我们客气一点嘛。飞啊飞啊，我这么飙，开心啊，赚钱了啦！哎呦，我这叫什么、欸？三天连续三只涨停板、啊，连三拉三啊！是的，开心啊，赚了三天三夜都不过瘾呐、啊！对啊，飙股就是在你半信半疑中产生啊，没错，大家都魂都还留在昨天，昨天，哎呦，大盘出天亮。啊、爆量呢？对啊，可是呢，妍希告诉你什么、嗯、？Follow 我。是关注我有，我一直提醒你，台股的资金是淹天灵盖的，有的大趋势完全没有变，嗯哼，趋势就是向上，是的，而且我昨天强调了，洗得越凶，涨得越猛，你看到彩晶有没有涨得很猛？涨得好凶猛啊、哦！哇，再次恭喜啦，越赚越多了啦！天哪、啊，14块飙到24.35，哎，一波75个百分点，这里我预告一下，好哦，全部全国会员是全国听众，全国爱护妍希粉丝的好朋友，我预告一下，好，这个礼拜我们开心，开心轻松赚嘛，你看到彩金喷三天三只涨停，没有什么。还没什么、哦，我们开心过一下两天的假期，好哦，好哦，因为已经我们已经在为下个月五月的母亲节热身了。天哪！我先跟你预告，下个礼拜回来准备大赚特赚，哇哇哇，摩拳擦掌中咯，我所有事情都事先预告、哦哦，你会发觉我下礼拜都天天跟你讲这句话、哦。真的耶，老师都是让你领先市场来做操作的。就像你看3月29号、嗯、你把那个齁夏日乐悠悠周报拿出来。好哦。我3月29号在第一时间、嗯、我就限量分享给你会员专属的夏日乐悠悠标股周报。是的。对不对，一直印、嗯、一直印欸，是啊，送不够，一直印一直印。欸，拜托老师呢，夯不浪当这个听众好朋友粉丝好朋友都几千几万个耶，怎么够呢？你看哦，3月29号给你的股票、嗯、是涨到今天，嘿娜还在涨，哇哦，光彩金啊，对，面板大家看好友达，大家看好群创啊，我就给你彩金嘛 ，Only One 的一档，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嗯、哇、嗯，事先给，事先讲，哇，今天继续飙哎、欸，继续的创新高，中国手机的销量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嗯，彩金对，中国手机的销量说过了嘛，哈，然后平板电脑的出货它又捡到枪、嗯，我也跟大家提醒过了，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外面大家的消息都在报道群创、嗯嗯、大家的消息都在讲友达，只有我、嗯、全市场也只有我告诉你彩金有，而且不是齁三天三只涨停板以后才来告诉你有彩金，诶，在还没涨之前就已经给你咯，哇，3月29的 K 线打出来，哎、我从来没跟你乱枪打鸟、欸、我看好面板我就给你一只，是 only one 的，就一只，就是彩金啦。擒贼先擒王啦，你资金不就应该像我这样放在有用的地方就好？啊、我知道通通都会涨嘛，我们就是挑一个营收最好的嘛，嗯嗯，对不对？没错。好，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嘞？你可以看到、哦、彩金，我在3月29、嗯、我就给你了。嗯嗯，你可以看哦，你三月二十九，假设你把后面的 K 线盖起来，嗯、比如说哇，老师长红哎、欸嗯，老师你追。那五、哦，哎呦，你看到后面哪是呢？对，可是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因为后面当时还没有发生，对 对, 对, 对，大家可能看了一根长红 K 棒又带量，嗯嗯会觉得，哎呦，老师你又是追了，你怎么可以看一天呢？ 对, 对, 对嘛？这就是我常跟会员好朋友讲的，哦、我们 K 线后要一大串拖起来看，我们不要只看一天，嗯、而且哈，我们要赢别人哈，赢在起跑点，就是 K 线比别人多看几根，这样知道吗？清楚了，这样你看到了没 有, 有？所以我眼光一直以来，我都是帮你放在长远的地方嘛。所以我跟你说还在低档嘛、哦、所以我的周报也给你嘛，我看好就是看好嘛，我看好什么我就是写在上面，有白纸黑字清楚明白，对嘛，从来没跟你盖牌啊、嗯、对不对，你看哦，当时3月29号股价才在地板，真的14块附近很便宜 啊，今天多少了，报告从14变到了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6了，今天
24块多了耶！哎呦呦，这是低价股哎、欸，是啊，一张差10块的价差、欸，没错，低价股我问你啦，嗯、一张哈、哦嗯、14000，对，100张200张很好买吧？很好买、啊，而且这个成交量是10几万张哦，有价有量的、哦，不是那种就是300张、500张，你要买100张都很难买的，要等的哦，不是哦，没有给你小打小闹哦，开大门走大路，对啊，你一张赚10000好了啦，哎、买100张的，哎呦，100万。爸爸呢？买200张的，啊，能爸爸呢？轻轻松松啊，塞进裤哎，从329到现在而已耶、欸，哎、欸，一个月吗？有一个月吗？还没，今天4月23号，还没一个月，赚钱就应该这么开心。天哪、啊，老师，你一档的财经打趴一堆人的、欸，哎、欸，对我还没讲敦泰、欸，还没还没，我也还没讲励志哎，还没，哎、欸，建通、金居都还没讲到，哎、欸，都还没，都在周报里哦，我们只讲到财经而已。老师，那你就穷啦！哎呦，所以我说吼，不用讲我多认真，就把我之前送给你的周报，你一一比对就好。真的，我就是希望大家像我们一样，嗯嗯，你要赚钱是比速度，是的，行情根本不等人啊！你不要再 follow 到昨天的天亮，又自己吓自己。买啦！其实我很喜欢问投资朋友们，我常讲吼，做任何事情，我希望你与时俱进，是的，包含你看盘的功力也要与时俱进、啊。我是这样要求我自己的啦，别、嗯、人怎么？怎么样我不了解、嗯、但是我是要求我自己这样，我就只问一个问题好了，好，你看过台股17000没有？没有，你不要跟我说你有看过，这是历史新高哦。你怎么会看过呢？你中文比较快啦。对啊，那既然你没有看过台股创历史新高的点位、哦、那你怎么还可以用旧的有的观念来框住你的操作、哦、框住你的思想、嗯、框住你的技术分析、嗯、跟框住你的产业看法呢、嗯欸、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期许我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嗯、我就是要一直往前嘛， 对不对，所以我也希望你是这样子、嗯、是，我也是希望你不要框住你自己的操作，对的，你可以看到我昨天就已经告诉你了，洗得越凶长得越猛，你看回来彩金今天是不是就喷出去了，有的，对啊，我没有再跟你换来换去，哎、欸，我没有说哦，昨天跟你讲彩金，今天又换别档跟你讲，没有哦，没有，而且彩金从3月29号讲到现在，现在耶，而且夏日乐悠悠，从3月29送给大家以后，嗯、上课上到现在，你有看过哪一个老师吼周报送一次以后可以讲一个月的？没有哎、欸，应该没有，一个礼拜就不 OK， 赶快换是吗？赶快换呐、啊！对啊，老师的标股不怕你验证、欸，我不知道这样子。怎么赚呢、欸？而且你有看过一个老师看好这个产业就给你一支吗？我看好面板就给你一支啊、嗯？没有哦，他们都是一串的哦。一串我不知道你怎么买了。老师就给你擒贼先擒王，对嘛、嗯？恭喜大家，真的是这个哦，行情很好，赚钱拼速度，标股一档又一档。我今天哦特别开放一下，嗯、因为我们前阵子的那个新粉的专案对不对？对，已经结束，是啊、但是今天哦。赖太多的新粉太开心，因为彩金啊、三天连续三只涨停板，太开心了，就我们很多的新朋友来问说妍希妍希可不可以后再开放一下，赖又给他炸掉了啦，对不对，没有关系啦，就是假设后近期的新的粉丝好朋友们对于会期是会费后还想要就是优惠一下，更优惠一点，对，有会期会费还有问题的话题的，我今天特别开放，趁着这两天了，我特别开放一个快闪优惠，哇哦，针对夏日乐悠悠、嗯、快闪优惠、嗯、我让你吼会期、嗯、会费完全没有问题，好的，哎呦，这个内容真的是杀很大哎、欸！说到了快闪，顾名思义哈，我们没有特定呢，我们是很随性的。当然有粉丝好朋友要求，我们一并来做回复，直接给您新粉的快闪优惠专案，赶快把握这两天的时间，把握手续办好哦。走过路过经过，你务必赶快来电做把握了，错过就没有了。赚钱不能等，标股也不等人，跟上甜心，下周我们一起来大赚特赚喽！广告时间一样留给您打电话喽，快进广告喽！
02663032370266303237， 02663032370， 欢迎我们的6116的彩金三天标出了三根涨停板。为什么说三天标出了三根涨停板？哎，这样子还涨太少了，今天的振幅就高达了13%，所以说是超越一根涨停板的幅度啦。三天标出了超过三根涨停板的彩金，哦，探掉吧。还有呢，甜心给大家的大波段的获利，我们的敦泰一波385%，励志75%，建动一波飙出了190%，金基独立的金居110%，彩金短短时间75%，还有我们的博磊，通通都让您大赚。而为了欢庆甜心老师给您的标的持续的狂飙，给您的获利不断的狂奔，而也为了要提前欢庆母亲节，今天我们的新粉快闪优惠专案哦，新粉快闪优惠专案让您的会期会费完全没问题，所以呢，走过路经过的好朋友务必来电做把握了。这两天赶紧办好手续，新标股，新标股打完 gas 哦，持续的低档布局中。那么我们的快闪优惠专案错过就没有喽，赚钱不能等，标股也不等人，好的行情你就一定要赚，非赚不可，务必把握我们的新粉快闪优惠专案，跟上甜心，下周一起来大赚特赚喽！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便利性、服务性、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小老鼠 Lucky 777。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精彩节目开始喽！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亲爱的好朋友，来，母亲节是下个月对不对？那么也应粉丝好朋友的要求，老师提早帮您庆祝母亲节，重点是把您下个月的花费都相当帮你存本本呐。母亲节我们要送很大的礼物，想要送一塔的两塔，所谓一塔就是一塔是10万，两塔是20万，把你的这些送你的基金，老师都先帮你存贺啊。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标股不等人哦，现在就是很好赚的行情。而这次我们的新粉的快闪优惠专案，为了要庆祝我们的6116的彩金三天飙出了三根涨停板，也再加上呢要帮大家持续的累积您的财富，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快闪优惠的专案这两天赶快把手续办好。老师说了，承诺给大家会期会费让你完全没问题啦，对，我让你轻松，真的是轻松，轻松一点，开心大赚，当然要这样啊，做股票就是要这样，轻轻松松才会长长久久。我要你的操作是在股市是比气长，为什么？因为你想当赢家嘛，对，每个人进股市都想要当赢家，一定的。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前提之下想当赢家，取决于你所有买进的成本，是成本啊，你一定要买的够低啊，当然要买的比别人低啊，甚至股票还没涨你就要布局啦，当然咯，问题还没涨的时候你又耐不住性子，哎呀呀，一直皮皮错啊，一下子盘势震荡出天亮，哎呦还没涨我要皮皮错啊，不疼啦。有老师在你身边需要皮皮错吗？完全不需要。你看彩金好了啦，真的来哦，拿彩金来举例哦，你看四月中他公告财报，妍希给你的时候是三月
29哦，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强调329有人在说吗？完全没有，有财报公告吗？没有哦，没有啊，我说过你可以看财报买，你也可以自己做功课买，你也可以跟着妍希买，看你自己都好，只要你会赚我都祝福你。那你看哦，你发现哎呦，财报公告的时候在四月中，股价已经到18、19了，哎呀对呀，看清楚，很清楚，K 线后会反映一切，没错。财报公告的时候，到现在你看回来是涨的，没有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起跑点？起跑点很重要，没错。妍希给你的时候，股价才在14块附近，有的，你根本不需要跟别人抢，而且全市场没有人在讲，没错。我们就是有孤独的勇气，还在底部这样滴滴的买，然后小树变大树嘛，大树再变神木，变大树以后呢，全市场疯狂了，财报公告了，我告诉你这一家公司营收非常好，对不对？好，18块19，全市场冲出去了，然后冲出去，我已经赢所有人40个百分点了。哇，已经先赢40个百分点了耶！这种感觉好不好？舒服啊！那我问你哦，假设你今天持股后已经脱开成本，对。脱开成本很重要啊！脱开成本以后，你要不要让它获利奔跑？当然要啊！那现在又脱开成本，已经75个百分点了。即便像昨天大盘爆天量，6500亿嘛，是，你会有感觉吗？无感啊！为什么嘞？因为我们买的很低呢，而且呢，身上的避震器已经挂10个了。欸、对啊，挂好挂满了。那你操作，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相对来讲很轻松，而且也不会因为后大盘在17000就觉得吓死宝宝？相对在低档布局买的安心，抱的放心，赚的开心、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常说后底部永远有人先知道嘛。如果你不知道，我带你操作。如果你没有，我直接给你啊。有的，我是直接给从来不盖牌的老师、欸、而且呢，我节目还会剧透。所谓剧透就是直接讲明，对，连取名字都直接告诉你答案。你看励志做大事，怎么听都是励志啊，励志啊！你不要跟我说励志做大事，你还猜不出来哦。赖的好朋友都被妍希教到，好棒，真的每个都好厉害，我爱大家。老师真的是很佛心啦，真的。所以我常说齁，你没有方向我给你方向嘛。你看3月29号我给你啦、我给你以后我还告诉你，节目也讲得很清楚。有4月的行情领先起跑。领先起跑。我说过齁，我是较罕蛮恭维。要不过我是就是宅的啦。对啊，那你为什么一看哦、喔、你有来拿周报，你就可以验证我是不是很实在。我整个4月全部在讲夏日乐悠悠，全部哦，对对对，拿周报的，会还有全国会员，通通帮妍希转正啦！你看哦，夏日乐悠悠里面的华电网就先飙出去啦。我说它涨得比较慢嘛，哎，问题我还是涨啊，有问题我还是赢啊。然后呢，你拿到里面怎么还是敦泰？是啊，啊，问题是敦泰好恐怖，继续涨嘛，继续的飙，而且呢，整波段是385个百分点。哇，你怎么拿到夏日乐悠悠还是励志？有的哇，75个百分点继续创新高，拿周报的时候才110，好便宜、啊，喷到139，哇，建通也好恐怖哦，好会飙、啊，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整波段190个百分点，里面的老朋友金鸡独立的金居，再来呢彩金，是的。对嘛，彩金今天呢快要涨停板了嘛，有的、哦、哇，连三拉三欸，嘿嘛，重点节目齁还怕你买不够，因为我说行情好就是行情好，真的行情好，我怕你买不够呢，赶快补给你台湾之星，有的台新科是不是两天两根涨停，乌啦，上有利快很准的赚就是上利呀，上有利也好好猜欸，真的很好的上有利，上利欸，老师你直接剧透了。再来呢，彩虹城堡有没有带你买来到？彩虹城堡也好好猜，彩虹城堡就是红宝，哇，这只我说过没有天天涨停啊、欸、但是呢你 K 线打出来啊、关这一段时间、我通通在讲四月这一段，3月29到现在这一段时间的哦，對的，我没有拖出去讲哦，没有啊，你看哦，这只没有天天涨停、但是呢你 K 线打出来看，这一波涨幅
就五十个百分点了呢。哇哦！所以我常说，标股我都是帮你准备好的嘛，对不对？好，近期我一直提醒大家赶快跟上我们的新标股，有的台湾加速。台湾加速，基本面是非常好啦。如果你有加 LINE 加 TG， 你都看到妍希的基本面，都有告诉你。我说了，我跟你强调，石英元件的这一块，它是受到日本春田制作所独家授权的。我再加上什么？它有缺货，它也会涨价。哎呦，它是缺货涨价双题材概念股，才刚刚萌芽而已。那如果呢，想要跟着我们会员这样一档接一档的好朋友，黑娜就轻松跟上喽。加拿好朋友来，天心给大家的标股呢，波段获利的我们的敦泰。385个百分点，励志建通，还有包括了金居这些倍数翻的股票，彩金今天哎就飙出了13个百分点的涨幅，给您三天三根涨停板，博磊通通都大赚。那么新标股台湾 GASO 持续的加速中哦，想要呢跟着我们一起来低档卡位布局的好朋友们，把握我们的新粉快闪优惠，下周号赶紧办好手续，下周跟着甜心一起来进场大赚，给他特赚喽！广告时间一样留给您打电话喽。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周末愉快哦！快进广告。02663032370266303237 02663032370 盘洗的越凶，老师给你的标的就涨得越猛。我们的亮晶晶彩晶来一波飙出了75个百分点，6116的彩晶近期更是三天飙出了三根涨停板的幅度。而当然要为了欢庆老师给你的标的，我们的彩晶三天飙出了三根涨停板，还有甜心给大家的大波段的获利，敦泰385个百分点，励志75个百分点，建通一波190个百分点，金鸡独立的金居股价倍数翻110个百分点，甚至我们的彩晶博磊通通都让你大赚。重点是彩金老师什么时候给您的？3月29号，在我们的2021夏日乐悠悠会员专属标股周报里面的彩金一档的标的打趴一堆人，一档的标的已经打趴一堆的市场分析师了。所以请老朋友眼睛 follow 甜心老师，盘正又如何？眼睛 follow 甜心老师，追随甜心老师，跟紧甜心老师。而为了要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让大家在股市当中都能够获利，提早部署标股，提早部署新标股，台湾加速，持续的加速中，持续的狂奔中。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低档卡位布局，想要一起来底部进场卡位的好朋友们，把握夏日乐悠悠新粉快闪专案，带您快很准的赚，汇齐汇费让您完全没有问题，跟上甜心办好手续，下周我们一起来大赚特赚喽！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很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0，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777，小老鼠 Lucky 777，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